达斯汀强森佩戴羽博 Big Bang Unico Golf 腕表 Herb Look 提供。记者方慧宗台北报道。许多高球爱好者的共同问题，打高尔夫可以戴手表吗？挥杆时的冲击力会损坏手表吗？因为这样的疑虑，除了数位电子表，一般都不建议戴表上场。不过世界第一高尔夫球王达斯汀强森 Dustin Johnson 有不一样的选择，因为有一款表是他真服国领的完美绝配，那就是羽博 Hublot 全球首创的 Big Bang Unico Golf 机械式高尔夫球专业运动表。打高尔夫可以戴手表吗？听听世界第一高尔夫球王达斯汀强森怎么说。 Herb Look 提供。这款表是以羽博著名的 Unico 自制机芯为基础，全程设计、自主研发、生产及组装，打造专门针对高尔夫球运动的全新功能化模组，成为一只性能卓越的机械式高尔夫球腕表。不但强悍耐用、极致轻盈，并且非常容易阅读，而且全新 1580 自动上链机芯还赋予这款表一个重要的功能，那就是让高尔夫球选手能够在每一次挥杆之后轻松记录及计算成绩，真正体现出一支真正能够上场挥杆的专业高尔夫球运动表。位于二点钟方向宛如高尔夫球推杆的按滑可启动挥杆数显示机制，记录挥杆次数并计算每一动的杆数。四点钟的按法让佩戴者能够在下一动比赛开始时重新归零计算杆数。 Herb Look 提供。达斯汀强森说，羽博 Big Bang Unico Golf 高尔夫腕表拥有简洁易操作的完美设计，具有数位化的清晰显示，而且非常轻盈，不到100公克，丝毫无碍于手腕的运动。它满足我对高尔夫球表的所有期待，是我征服国领的完美绝配。羽博 Big Bang Unico Golf 腕表的表壳采用镀铝碳纤维 Texolium 胶雨伞，整只表仅重97.93公克。 Herb Look 提供。羽博 Big Bang Unico Golf 高尔夫腕表具有数位化的清晰显示，位于六点钟的计数器可显示总杆数，并随着比赛进行及时更新。 Herb Look 提供。位于八点钟方向宛如发球座的按把可用来重启计数机制，比赛结束时可重新将成绩记录归零。当比赛进行，这个归零键可借由旋转45度加以锁定，避免误触。 Herb Look 提供。瑞士顶级制表品牌羽博表在高尔夫球王达斯汀强森成为品牌大使后，发表专为这项极致精准运动而设计的高尔夫球腕表，价约台币 978,000 元。 Herb Look 提供。